有没有受伤？没事没事，你有受伤吗？要不要叫救护车？两名女子骑乘协力车，却不幸摔进一旁绿油油的稻田里。协力车整台并轨，不过还好两名女子没有大碍。你的腿还好吗？有没有受伤？对，有没有流血？协力车后车轮卡在水沟边壁上，车头掉进田里，五个人扶着协力车，合力把它抬回到路面。怕你站起来一下一拐，还是哪里受伤，落骨折是怎么样？你先坐着一下好了，你先休息。台东池上博朗大道因为金城武在这里拍过广告而声名大噪，带动了当地的观光，许多游客选择骑电动车或是协力车来欣赏乡间的翠绿稻田美景。不过意外事件却层出不穷，大部分都是因为操作不当而造成。年轻人可能只是受点皮肉伤，不过上了年纪的中年人这样一摔，可能就要马上送医了。东森新闻吴怡玲台东报道。